你们懂什么啊？我现在练的是宇宙飞球功，只要躲得过这种炮弹飞球，就根本不必在乎什么铁拳、豆腐拳。我来试试吧。 小敏都在笑你，我是在笑你们。只有傻瓜才会拿自己的肉去碰那么硬的球，明明自己痛得要死，还在这里逞英雄，哈哈，真是笑死人了。小敏，你是不是选错边了？铁拳，你选错对手了。我现在可以明白的告诉你，阿虎是哪种人。 他是一个勇气十足的男人，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他永远都有方法在逆境中突破，再不可能中取胜。哎，你还有什么优点？我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看吧，油嘴滑舌，装自有创意。你们不要再逼他了，他一定会反弹出千奇百怪的力量赢过你。所以这次挑战，我看好阿虎胜出。 小敏，你的愚昧只会加深阿虎的痛苦，我的铁拳头会好好的招待他。走着看吧。 方向，你当然躲得过了。铁拳才没有那么呆呢，只有我这种小米飞球，才真正能磨练出你的反应力。小心头！你不是要打头吗？敌人的话，你能相信吗？ 不相信敌人的话，你 IK 啊！不要用你的耳朵，要相信你的眼睛。真笨啊！你不是说要跟我绝交吗？为什么要反过来帮我？因为阿虎是我的结拜大哥啊。你不是说关系太远，影响力不够吗？ 因为阿虎哥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虽然很蠢，我这个小跟班跟的也很累，不过认了。好感动，来抱一个。对不起啊，摔坏了送给你的纪念品。
下次送个更大的给我就行了。为什么不是你送给我啊？因为我需要小敏更大的祝福。我也需要阿虎哥的祝福啊。因为我们发过誓，这辈子同甘苦共患难，阿虎哥有福气，小敏也跟着沾光。好了好了，说不过你。那我问你，我这个小跟班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你共患难呢？因为行了，不用你说了，我是心甘情愿的，也怪不了别人。阿虎哥加油。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拍广告呢。半夜。我以为你跟小凤一直待在新加坡呢。刚回来。啊，那小凤呢？还在新加坡呢。来来来，请进，请进。请。听说你的脚受了伤了，我专门请了一个名医，帮你看一下。郑大夫，这位是郑大夫，在美国专攻运动伤害，很多的运动明星都指定要他看。你好。这么有名的医生早该出现了。你好，你好，我去拿病历，请坐，请坐。好。哎呀，你不晓得我们金龙受了多大的折磨。那这是他的病历，麻烦你了。其实不用麻烦了，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很多了。何止好多了，哎呀，已经开始走，而且马上跑了，还要参加奥运马拉松的资格赛复赛呢，厉害吧？从这些资料上看得出来，韧带受伤得非常严重，至少需要3个月的静养。金先生受伤多久了？20天。20天就能够走动，应该算是奇迹了。最好慢慢的复健，不要一下子做剧烈的运动。哎呀，那怎么办呢？金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膝盖？好啊。光用眼睛看就知道你受伤的部位还在浮肿发炎，这不是好现象。我劝你要停着跑步，更不能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应该不用了，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郑大夫、方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先跟我妈妈聊聊天，我失陪了，去散散步。好的。金龙，我是一番好意，请你不要误会。我知道，小芳她很关心你。我知道，他正在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感情。那你呢？小鸟就是小凤，对不对？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找，你才能体会别人的苦心。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吧。三四三。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Hello， 你怎么在这里啊？等你啊！早知道你不会听方正跟那个明一的劝，所以我就来这里堵你。你不要浪费口水了，我不会听你的。是吗？就算全天下就只有我投你一票，你也不稀罕。我想过了，如果今天我是金龙呢，我都跑了十年，就差这么一步可以拿到奥运的门票，我累死痛死，我也要坚持下去。我不可能放弃这次机会，不可能再去等另外一个四年。对，人呐，要是老，不要说马拉松，就连马都骑不了。这是我的梦想，不做最后的努力，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没错，就算要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对。伤势是可以忍耐的，肯拼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会有奇迹出现。啊、你说的实在太好了，金龙复活了，啦啦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狗腿啊？我是崇拜，所以小鸟跟着老鹰飞，兔子跟着月亮走了。我要去跑步了。我要从这边跑到体育场。好啊，炸炸炸！别闹了啦！怎么，跟我一起跑？对啊，保护你啊，免得一会啊，金龙不小心跌倒躺在地上，啪，变成了泥鳅。来跑吧，预备，开始，砰呀！哎，你自己一个人慢慢跑，我才不陪你跑马拉松嘞，又累又自虐。谢谢你的鼓励。金龙，一定要加油！妈，妈，是我，快开门！虎子，你不可以再来捣乱了啊！人铁先生和铁太太都在家呢。妈，你不要紧张，阿虎只是来看你陪你，保证不惹事。从小到大，你给我保证一万多次了。我以你的名义发誓，一定会乖乖听话。赶快，赶快！你这次来又搞什么鬼呀你啊？铁贝贝、铁妈妈，你们好。我是莫阿姨的儿子莫文虎，我跟妈妈很久没见面了，所以今天特别过来陪陪她，希望不会打扰到你们，可以吗？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喂，把车借给你们，不要乱搞啊。好，再见，拜拜，拜拜。你要吃什么东西？我明天过来的时候给你带过来。不用，妈这什么都不缺。赶快走，不准惹事啊！怎么不把你妈妈带走？我的宝贝暂时寄放在你们家，你就不怕我欺负他、虐待他？怕，怕的要死。所以两天以后的比赛，我一定会赢你，让你履行诺言，好好对待我的宝贝。莫阿姨，
把我的东西拿进去。还有，给我炒个蛋炒饭，另外再煮个馄饨汤。我要6颗馄饨，在汤里面再给我放2片海苔，少放点葱花。另外，我还想喝一杯鲜榨橙汁儿，吃一块巧克力蛋糕。记清楚了吗？啊，好，好，好，我给你做去。莫阿姨，我饿了，快点啊！哎，给你做啊！我没有虐待他，只不过在你听来却很刺耳，很心痛，对不对？顶多再忍耐2天，48小时。你可能要忍耐很久很久。阿虎，别再做梦了，你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干嘛站在门口啊？哦，我在跟莫阿姨的儿子讲话呢。那个阿虎真是不错，一整天都帮着莫阿姨干家务，比你那帮贪玩的朋友强多了。那么高兴，中奖了，金龙，我怀孕了。你干嘛这副表情呀？变哑巴了吗？不会讲话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如何安置我？打不打算接纳这孩子呀？我们几时订婚，几时结婚？我们的新房买在哪儿呀？小雨啊！干嘛？她怀孕了。谁的？谁的？等我把孩子生出来，验了 DNA， 自然知道是谁的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代表你不想对我负责任，不想接纳这个孩子，那我生他出来干什么？生出来是没人疼没人爱的。那好，我去跳海，一尸两命，给你们金家省了。好主意，我知道哪里的海比较深，我带你去。白妈咪，什么事？什么事？她怀孕了。谁的？谁的？到现在还在问是谁的。好，既然你们金家不敢负责任了，那我就如你们所愿，我去跳海，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你可以搞什么走，扬什么手？你知道你妈千盼万盼就盼你孙子。来来来，不要动了，太急了，赶快坐下来啊！没关系，没关系，他不认我认，他不养我养。妈妈给你当靠山啊！来，告诉我，你去做产检了没有啊？肚子里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我姐姐有没有教你一个独门绝技？有事情摆不定、搞不拢的时候就……哎呀，金龙晕倒了！金龙，金龙！哎呀，白阿姨，金龙晕倒了，不要再刺激他，这件事情可大可小。等他醒来之后，我们再开会讨论一下啊。我把金龙送回房间。金龙没关系，金龙晕了你就扶他上去吧。白妈妈，我们来商量一下婚期吧。不要，这还由得了你呀？孩子都有了，不要也得要。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订婚，什么时候结婚。这个婚姻呢，一定要摆得铺铺张张的。你怎么摇头呢？白妈咪不是讲过了吗？我就是你的靠山呢，不要怕。我没有怀孕，其实我只想看金龙的反应，可是你让我觉得很失望。
原来你也是个不敢担责任的男人。你说的没错，他绝对是一个不敢担责任的男人，不要指望他了啊。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白妈妈才是唯一疼我的人，将来你才是我唯一的希望了。谢谢你啊，白妈妈，我也是因为太没有安全感了，才会出此下策的，对不起哦。上流美，我都被你搞糊涂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我还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不能够保证半个月以后我是不是会再来这个地方重新宣布这个消息，到时候就一定是真的了。你很厉害嘛，会让人家怀孕耶。白妈咪，你不要难过，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会怀孕的。没错，一见发财，很快就躺进财里面去了。啊，坐坐坐，大家吃个团圆饭。先敬白阿姨，我的第二个妈妈，对我有恩有情的妈妈。我祝你早日抱孙子，早日发大财。彼此彼此，托福托福。我要送每个人一个礼物。白阿姨，我先告诉你我私房钱藏在哪里。我知道，一半藏在虎哥哥的卧室天花板上，另一半藏在白奶奶的床底下。你把钱藏在我的床底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喜欢。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再也见不到阿虎的话，我全部的钱一半给妈妈，一半给白阿姨。会有什么事啊？全部的集邮册给陈工，全部的徽章给陈仁，全部的帽子给阿龙，全部的笔记本给小凤，有小鸟转送给姐姐。里面有很多我对人生的心得，她可以拿来写小说。那我呢？你好像忘了你还有一个小跟班呀。你得到我的骨灰。如果真的有万一，我要求火葬，我的骨灰就由小米负责保管，见灰如见人，这个安排你满意吗？那如果有一天我要嫁人，我是不是还要抱着你的骨灰上花轿啊？这个，哎，阿虎，你说到哪儿去了？怎么净说些不吉利的话？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不要把气氛搞坏。你们慢慢用，要记得阿虎所请最后一餐的每一道菜。哎，不是说是团圆饭吗？怎么就走了呢？阿虎在发神经，不要当真。别人的姓名是镶金又宝银，阿虎的性命不值钱，别人的家庭是幸福又美满，我只能够到处飘零。对方有这么厉害吗？我打他一拳好像在抓痒，他打我一拳好像原子弹轰炸广岛。那明天我跟你去，我们兄弟龙虎合击，一定炸得赢他。你留着命去对付你的比赛，打不赢就跑啊，又不是没干过。这次不一样，赌注有关妈妈，
输了就一辈子抬不起头。在什么地方比赛？不知道。比赛有没有限制方式？自由搏击，不攻要害，打到趴下为止。阿虎，你听清楚了，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边上有树就爬树，用你的爬树功跟他打猴拳；边上有水就跳水，用你在松花江练出来的憋气功跟他跳水舞。知道了，旁边有粪坑就跳坑，跟他们打屎拳。今天的星星好像特别美。阿虎，心里面多想着点妈妈，你一定会赢的。你心里面也多想着小凤，她是个好女孩。我知道，小敏也是个好女孩。我知道。都会被他打到，看来要使出绝招了。呀！这！阿虎，你怎么像个女人打架？忘了告诉你，我还曾获得过泰拳的冠军。啊，我的命真苦啊！呀，阿虎，我对你有信心，不要放弃。认输吧，阿虎。平常书念的不多，不知道书字怎么写。你不要逼我伤害你。对我妈好一点，我就放过你。你真是执迷不悟。来吧。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谁输谁赢啊？肯定是铁拳赢，他一定把阿虎打趴在沙滩上。我平常爱讲话，就是在练肺活量，练了25天，你们谁比得过我？你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在哪里学那么多花招？阿虎人缘好，师傅多的卡车都装不下。阿虎，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先强烈声明啊，刚才急救的时候我没有嘴对嘴人工呼吸，也不用以身相许啊。刚刚吹一下的不算，我们重新再来过。比赛已经结束，今天的胜利者是双方获胜。铁拳打了阿虎138拳，阿虎踢了铁拳138脚，你们说是谁赢啊？各位，这个人是我碰到过的最可恶、最难缠，也是最强硬的一个对手。我不得不说一句，我服了他。我尊敬阿虎，我尊敬莫文虎，我尊敬莫文虎。私房钱！哎，这是阿虎送给我的遗产。可是阿虎回来了，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又会离开呢？我只是在尽力保护你送给我的遗产呐。我的心肝邮票，我的宝贝徽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至少留一顶帽子给我吧。哈哈，对不起，这可是我哥们留给我的礼物，当然是照单全收。好啦，别伤心了，至少呢我还没有逼着你要你的骨灰呢。
你来干什么？阿虎，要多少钱？拿了快走吧。阿虎，你听我说，不要叫我，你没有资格叫我。阿虎为什么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受不了你的赌，受不了你把赌输的怨气全发泄在妈妈身上。可为什么我摆脱不了你呢？为什么全家都要受到你的迫害？我每个月寄回去的钱你私吞掉就算了，还让妈出去帮佣，你是不是被狗吃了？妈说你拿了六个月薪水离开的时候边走边哭，既然难过你还为什么要做？你等于是把妈卖了，你知不知道？妈到现在还不死心，在那边千盼万盼，每天苦着自己，就希望能够把老公盼回头。够了，我不希望你再去伤害他，他一定会崩溃受不了的。要多少钱？拿了快走人吧。我是来接你妈妈回去的，我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拿了你妈妈的薪水，回哈尔滨以后一直没有脸上赌桌，就租了个小店卖牛肉面，想好好的挣点钱，让你妈妈来个惊喜。最重要的是我的决心，我要戒毒，我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老婆。这一次你一定要相信爸爸，求求你。就讲给妈妈听，她等这些话等了一辈子了。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铁婆铁妈，我爸带我妈回去了，这阵子谢谢你们的照顾，这是你们预付的工资，还给你们，谢谢啊。妈，爸这些钱不是从赌桌上拿来的，是他一个月一个月卖牛肉面挣来的，他已经戒赌了。是吧？
你妈妈走了，我少了一个虐待的对象，命令你以后常来我家做我的人肉沙包。谁怕谁呀？金龙说的没错，不要自己一意孤行让所爱的人痛苦，应该想尽办法去成全所爱的人。爸爸叫赵大全，那么你的名字应该就是赵敏。哇塞，了不起，你现在是倚天屠龙记的女主角。方正正好要带小凤去大理度假。方正是大理豪华游，金龙是体育场马拉松一日游，你是女人，你选谁？阿虎帮我订机票，明天跟你们一起去大理。死也要死在里面，叫声爹叫声娘在翻白眼，你怎么干得出这种事情？你让一个无辜的小孩痛苦了二十几年，你知道不知道？先生，有什么贵干？是你妈，五官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冷冰冰的讨债脸，皮笑肉不笑，我完全看到一个三十年后的小敏。美代子小姐啊，可是多少日本男人的偶像啊，几千万个人想抱都抱不到。真心真意毫无保留，潮起又潮落。我根本不相信婚姻，任何的爱情碰到了婚姻都会变质。我告诉你，我叫白龙，就算是两条龙搅在一起也不必那么亲热吧。我告诉你，不准再和我老婆亲热。我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同桌吃过饭。